啲汗。由于我已经系热到全身湿晒，所以我好似唔系好觉得热。由于听讲嗰度系几多蚊嘅喺夏天，所以就买咗支特别少少嘅防蚊。除咗头先嗰支蚊膏之外，其实我就买多咗一支呢个绿色嘅波。佢哋话要防蚊咧，系要呢只色嘅先得。我谂住如果支蚊膏唔得咧，我就选呢一个啦。其实我收到买呢个车仔嘅时候咧，系有少少犹豫嘅，因为佢个辘又好大啦，又唔系好接得埋啦。但系今次第一次用过之后咧，系非常之值得嘅。而家冇咗佢系唔知点算。今次嘅旅程好可能系2022年头半年最后一次去 camping， 真系好热。经过上年几次露营嘅经验咧，我系想要一个一房一厅，即系话一个靓靓嘅一房一厅都唔平嘅，咁所以就拣咗呢个牌子。比起其他牌子，其实佢又唔系算系真系好贵。你啲厅系啊？喂，我以前啲厅冇咁大嘅。OK， 你呢个系应该瞓到嗰啲五六个人嘅。系啊，但我觉得最多系两个人嘅啫，喺我心目中，因为会好热啦，好逼。比较麻烦我个人啊 ，sorry。camping 就唔系应该系咁大噶嘛，通常个 camping 你系要自己拎住噶嘛啲嘢。系啊，你点可以拎咁多嘢啫？我就见你喺度搞紧，我睇下有冇帮手啫。嗰条骨松咗系嘛？嗰个系绑绳嘅之后，系。呢度可以頂住，一定要撐高先得到佢嘅。哦，加油加油啊！爭半 cm 啫頭先。OK， 下一件要做嘅事就係點蚊香。我呢個香咧就買咗呢一個。純粹是我懶揾，因為我家樓下就是有呢個 camping 嘅鋪頭，咁 camping 鋪頭多數都是買呢啲日本啊或者得意啲嘅款式，其實可以買個好啲嘅蚊香兜嘅，不過又要使錢，所以是但啦。誒點？好啦，個型就細好啦，帶大家參觀一次。好咸啊！啲汗，由于我已经系热到全身湿晒，所以我好似唔系好觉得热，同埋我好似同呢个大自然呢个夏季系融埋咗一齐。好啦，我哋大概砌咗个型啦。为了今日的露营咧，除了买了啲蚊香咁样泡水之外，就买多咗呢个风扇。咁都唔系话专登使钱嘅，因为其实喺屋企都系可以用个风扇嘅。咁虽然我知道我好多呢啲 excuse。OK 啊，好。系啦，都冇乜买其他即系唔应该买嘅嘢。诶，有啊，冰袋。咁呢个冰袋系迪卡侬嘅，咁啊70几蚊嘅啫。咁由于我惊佢唔够劲咧，就喺12蚊店再买多个12蚊嘅超值冰袋。哇，睇啲冰有冇用到啦？哇哦，哇，比想象中有用喎、啊，因为我都出咗嚟。呢一袋系伊昂嘅冰，咁呢袋冰系29蚊，系个好开始啊！咁今晚我哋应该都仲有冻嘅嘢饮嘅，好抗力啦，因为我知道会出好多汗啦。Coffee 都系喺伊昂买嘅，唔冲咖啡嘅太热。哇！冰啊！好，咁样先，跟住即刻晒翻埋先。
暂时搞定了。今晚就應該不用用睡袋了，我就是帶了這張箭出來。這張箭呢，大家看到它的名字都會覺得很開心的，就是 Amazing Thailand 到來的。這個就是我的風扇了。哇，都很厲害的，這個不錯的，去到這麼遠都 feel 到，是它範圍大。你煮的什麼餸啊？這個是我剛才煮的番茄湯，這個是我預先整起的濃餸。哇，時間關係，哇！是不是那個豬手啊？我上次吃那個，是啊，有豬手，有雞翼，有蘿蔔，今次加上滷水蛋咯，好好吃噶，好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超勁啊！再去大家一陣可以整出去撈飯咯，同埋我一陣整涼麵咯。呢度放乜嘢？放香嘅，放個肺，放個肺，呀，放個肺，好似係嚟，係嚟。好浪漫啊！佢可以咧望住個遊得望一晚嘅。我想問呢個係邊個嘅朋友？哦，呢度嘅。Hello， 你叫咩名？特製豬腩肉。哦。哎呀！哇！買多買多 pack 咯，因為話忌廉一忌廉二啊，咁一個就係嗰個燒雞啦。我食緊啦，食緊啦，好辣嘅。嗯。豬腩肉。食得唔夠耐。好食啊，好食啊。有冇糖啊？我估冇。哦，夠啦，夠啦。蘿蔔你可以吃哦，係喎，我未試喎，好好食㗎，佢煮得。阿 Cat 整咪頭先係啊，海鮮鍋咧，阿 Phil 就唔食得。係啦，既然都海鮮鍋唔關我事咧，咁我不如食個蘿蔔啦。係，佢唔可以食蝦蟹，因為會敏感啊。呢個龍蝦嚟，係啊，乾啊，心乾啊，走心走神，有啊，依度咯。我攞正個位咧，係個龍蝦頭附近。所以高好多高，我剛才看到 Jonathan 的樣子很笑，因為 Jonathan 的嘴咧係全部都係油份嚟嘅，好像那些日本搞笑漫畫嗰啲嗰啲。咁啊，好啦，我幫大家吃最難處理的蟹蓋啦。我今天嚟呢度最想吃的就是呢個海鮮粥。我呢嚿應該是蟹膏嚟噶，我真係好鮮，哇，好好飲啊！我哋同事買嗰個整中式涼麵，人哋買烏冬，變咗日式，最終都係唔彈甜唔彈。咁而家雖然天氣好熱啊日頭，但係夜晚黑咧仍然係 OK 嘅，加埋個風扇咁樣露營食飯都滑步嘅。18蚊左右，十八蚊嘅。而家食完饭就执一执嘢。呢啲水咧，唔系我唔小心倒上去嘅，而系呢啲系咪叫露水？呢張台都係抹極都抹唔乾嘅，你抹完之後咧，轉個頭佢又有陣水氣喺上面。啱啱沖完涼，超濕啊！咁就掛張燈仔喺呢一度。我暫時係好滿意呢個營入邊嘅空間感嘅，冇嗰種好焗住你嘅感覺，咁所以都幾舒服覺得。由於真係太熱啦，所以就淨係閂咗個蚊帳，呢一度要透一透風。咁個風扇咧就
挂咗喺嗰度，就话开紧三度嘅。跟住我就好奇怪啦，跟住佢話誒你户口係幾多嚟誒我寄錢俾你。你係咪好唔記得？嗱我 OK 嘅，俾文件文。你揾埋個作文筆。誒呢個底。去露營嘅朝頭早嘅感覺係好好嘅，但係而家就要執嘢啦，大鑊啦！而家有少少落雨啦，同埋個營充滿住一啲細細嘅樹葉。而家嘅時間係10:50，咁啊睇下要幾多時間先可以將呢一壇嘢收好啦。11:45，咁所有嘢咧就浓缩晒喺呢架车度啦。嗱，我今次着去露营嘅鞋咧系一对新款嘅 Cat， 都几好。最后一个任务就系要抌垃圾。由于呢个长嘅垃圾站咧就系比较远嘅，咁所以我哋就系要 take 呢啲垃圾上去我哋架 van 仔嗰度。车到我哋上去垃圾站嗰度抌咗，跟住我哋先至再翻屋企。